这里就是给你三个点，然后要你求函数，然后它题目还蛮好心的，你有两个点是刚好都在 x 轴上，所以我们用这两点相加除以二，得到它对称轴是 x 等于一，所以我们就先设这个函数是 y 等于 ax 减一的平方加 k， 然后代入这点那一负一三跟那个负二零就可以得到。a 等于负三分之一 ，k 等于三，所以最后的函数就是 y 等于负三分之一的 x 减 y 等于负三分之一乘以 x 减一平方加三。好，那我有个问，等一下一个问题，先不用急着下来。如果把这个题目变成负二一、四零跟一三，这个方法会成立吗？不会成立，但是所以就要用那个假设三个未知数。好，那你有办法现在马上用那个方法算吗？好，我们试试看，嘿。嘿，其他不用动 ，OK， 利用右边的空格哈。这代表实力嘛，哈。前面那部分感觉像是安排过的，现在代表真实的哈。没关系，继续，嘿，好，借我这位置，你可以边写边讲吗？就这三点嘛，然后就置换设函数是那个 y 等于 ax 平加 bx 加 c。然后之后这三点把它带进去之后，就解三元一次。好，然后就带就没有就带入就带入再带入，继续加油，来，哎，因为我们希望来看大家看的是相信你是真实实力，而不是套招哈、哦。哎，哎、欸，不用，负二零就好，用负二零，嘿，负二分之一零，同一个题目，嘿，负二分之一零，嘿，就负数对负二零，同一个题目，同一个题目，嘿。你可以一边讲话，嘿。你把什么带入可以一边讲，嘿。哦，然后都把四零带入这样，十六。还有那个老师，你要管秩序，有人在讲话。哎。十六 a 加四零加 c， 一等于。然后最后一个带入一三，就 a 加 b 加 c 等于三。欸、我相信你会算出来的、欸、听说用二四减一四三四减二四可以解开、欸、就减二四减一四负二 a， 嗯，可以，往右边占领它没关系，嘿，不要管配乘，嘿。然后之后照按三四，嗯，三四减二四，嘿。好，同除以三比较好算哈。插一个负号吧，对。之后把这个式子带进来之后，就变成
5a 减 2a 等于负一，对 a 等于负三分之一。对。然后 b 是三分之二。三分之二。然后再带回去之后 ，c 等于三分之八。还没啊！来，听说有第三种方法，来来借我一下，来，听说有第三种方法，知道两根可以用什么 a 倍的 s 减 alpha s 减 beta 哈，好，继续，来来来来，方法三，来加油哈，不会了，很快很快很快，赶快来，不要擦不要擦，写在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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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来 a 倍的。A 倍的 S 减 alpha S 减 beta 写上去，对，你很后悔选这一题吧？对对对，嘿，来来来 ，S 减 alpha，alpha beta 就是它的。交于 x 轴的那个两根、啊、反正就 y 等于，所以就阿尔法贝塔就是带入负二跟四。不用展开吧，把一三带入吧，第三个点还没用到，嘿。像四整年这样之后，就把一三带入，然后最后 a 算出来等于负的三分之一。你怎么知道？计算过了。OK， 所以结论答案来，所以总结 y 等于。总结 y 等于负三分之一。括号。对，括号括号。哦 ，OK， 没关系，加上三分之二。加三分之二的 x， 然后再加三。还没结束，还要做全部总结，来回到最前面去总结，嘿，来 ，OK， 来从第十二题题目开始讲解，然后记得就是要提醒大家，解开这一题有几种方法、啊、，OK， 好，开始，嘿。我现在讲解范例十二，虽然有知道自己很简单，但有三种方法来解出来。第一种方法就是用两点一求出它对称轴，然后再带入第三点得到。然后第二种方法就三元一次，很麻烦，不建议。然后第三种就是用两根的那个解，两根的那个阿尔法贝塔，把基础的四直线列出来，然后再带入第三点，也是跟第一点点类似。谢谢大家。好。